现在熊二带我们去二组去看看，从这个地方走。我看着这个地方非常的泥，他们这块儿一个组和一个组离得还是比较远的。他说去那个二组的话需要一个小时，但是那是他们走，我们去的话大概可能得两个小时吧。现在我们从他的那个底下那个房子，然后现在从这儿翻山翻过去。这个上面好美哦，看啊，那个是索道，这个就是修建的索道哈。哎，这个索道是不是只能用来拉货？对，这个索道是用来拉货的。看一下，大家能看到那个上面吗？那个是拉货用的索道。那拉货的话，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建的？这个是2015年修建的。2015年。前面就到了那个熊二说的那个离悬崖非常近的那条路，这条路是通往他们悬崖村二组的，听说有一段非常的难走，现在大家去看一下到底有多难走。你看这都是塌方的，看这边要走快一点，你看这都是塌下去的。OK， 好嘞，看这块都是塌下去的，哦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身后，看到没有，就沿着这个石壁走过来，这条路下面就是悬崖，看一下有多深，从这儿一不小心就会滚下去，所以走这条路真的是让人心惊胆战的感觉。好，现在走到最中间那个地方，天哪，这好像是河道，但是现在干枯了，这块已经干枯了几十年了。这个地方看一下，我现在站在河道中间，哇，这个感受。然后就是如果来一趟洪水的话，我就被冲下去了。大家从电影里头能看到那种山洪，哇，就下去了。现在我们只能看看，想象一下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悬崖村二组。现在看到上面吗？上面还有几十户人家，这一路上全部都是这种小道，羊肠小道，还有那个悬崖的那个地方非常的陡峭，真的很难走，能想象到他们这块的人以前出行是有多么不便。好了，现在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悬崖村二组的一个情况。来看这块的房屋，哇，已经好多的，它那个墙已经倒了，再有个巨大的石头在这儿，这石头是从哪来的？天降神石吗？这块有一栋废弃的房屋，然后这块有那个木头和铁丝围成的网，里面是他们翻好的地，应该就是到时候要种庄稼在这个地方。他们围这个围栏是为了防止野猪进去。哇，这个房子的外墙是跟这个石头是搭建在一起的，非常的独特。给大家现在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是他们这块芝尔莫桑土特社的幼教点，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幼儿园了。里面现在看到，这个门锁着的，人应该已经出去了。他们村上的那些小
小学生啊、中学生啊都出去去别的地方去上学去了，然后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些特别小的小孩子。这个阿嬷在打扫卫生。您好，您好。来，咋的可能 ？Hello， 看这有这个阿嬷跟那个小朋友，你好。Hello，Hello 的，嘿嘿，抱抱，对对，嘿嘿，阿德来。这还有两个小朋友，姐姐，他多大了？不知，你听不懂我说话。哦，这个彝族的姐姐听不懂我说话。刚才，带大家就是走访了一下这个悬崖村二组的一个现况，然后现在这边住的这个村民啊，没有多少了，最少搬下去有三分之二的人下去了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留在这里，就是他们因为这块还有他们的农作物，还有养的一些牲畜，他们要把那些都是给他处理掉以后，然后他们才陆续的搬下去。他们生活在这个大山里真的是不容易啊，不过现在由于政策越来越好，然后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是逐渐在提高，这一点也是我替他们很欣慰，因为这样子对他们以后后代的这个教育啊，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，让他们的孩子能够得到大城市就是更好的一些教育。我们继续下山了，现在走到上面，他们这块有一个地方，这个水是可以直接喝的，然后看这个水顺着这个小坑道的流下去。甜吗？这还有小鸡呢，看这种跑地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龙虾豆豆，我现在在悬崖村这个二组的地方。然后我发现了他们这块现在所饮用的和生活用水，就是从山上抽下来这个山泉水。我现在给大家尝一下这个山泉水。看呀，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平时的生活用水，然后全部靠这个管子，然后从那边取山泉水下来。然后看一下他们这个水哦，非常的清澈，而且这个水比他们一组那个水要更凉一些。这个水的话，他们当地人是直接可以喝的。来，让我现在尝一尝是什么味道。甘甜甘甜。这个水好冰哦，他们这个水就一直在这块流淌着，然后他们平时做饭洗衣服啊什么的用水都是从这块取水，然后这个水就是顺着这个道道然后流下去。现在下着，那块有两个主播，不是，他们是哪里的？应该也不是四川的。四川的，跑这边来直播来了。哦，这个就是大凉山这个悬崖村这个二组没有主播是吧？有，那我没有看到啊。这下去了，后面再。对。没有在，然后一组的话就是你和你弟弟，还有旁边那边几家是吗？哦，他们现在就是平时那个靠直播卖一些商户，然后那个就是在家养一些家禽呀，种一些农作物。然后招待一些上来的游客，这就是他们现在一些收入。然后会经常，刚才听熊儿说会有一些其他地方的，不是悬崖村的人，那些主播跑上来，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两个，他们都不是这儿的人，好像是四川那边的，然后跑到这边来直播。这个下山的路，等会儿大家就知道了，下山的路其实不比上山路好。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上山容易下山难。